人生最大的罪过，就在这四个字，叫自私自利。所以，永远记住，人生永远不要去做这四件事。第一个，违背良心的事；第二，自私自利的事；第三，没有把握的事；最后是后悔伤心的事。那各位，我们在中国里常常说舍得舍得，其实是在告诉大家，能舍能得，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其实就是在讲利他之心。所以永远记住，一个不能舍的人，永远是得不到；能舍的人，就会拥有更多的。所以有一张片子送给我们在座的家人做参考。这世界上所有快乐的事情，都从利他而生；所有的烦恼痛苦，都是从自利而成的。所以，能够给人家温暖，代表你是最富有的人；能够帮助别人，代表你是最有能力的人。所以，当你在赠予别人的同时，你就是最快乐的人。